准，对不对？通常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是要抬个眼头，抬回去嘛。小明，对哈，调音是非常重要的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叫做调音调得好，人生没烦恼。调音之于我们的人生以及生活呢是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身上呢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心灵的调音器，这样你每天呢起床之后呢，可以把自己的调音器调好呢，你就可以在日常之内，甚至于。学校的路很久没走，自己也换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？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，开了窗户。